儿子唱的年轻，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用这个收青儿到这个儿子已经到这个这个就等于到这边收青儿青儿一到这个儿子这个音了就保持这等于这个位置，就别再变点音和是变点那什么，就成了。儿别收亲儿，是已经成了这个儿这音了。是酷。老就保持那个位置，哎，对对，哎，就懂了，哎，一变，哎，对对，形象儿哭，我们唱的时候，舌头也都卷着，对，上身也是那个儿子哭的那声吧，就有气来形象，那个儿子位置比较重，是吧？不会动了，就舌头不用大，哎，那个张牙，那个牙眼。这不就到这儿了吗？就保持这个，别变啊，就变啊的这音了，就是还是这个，保持这样。等于还是这个，还张牙，就这样。哎，尽量尤其，哎，对对。哎，就是啊，尤其大女儿就要注意口型，啊，就是，你明白吧？就算牙齿好，也尽量的不露牙，哎，尽量的，哎，哪怕呢，这个哎，尽量的让她正面一点呢，也不给那牙那样子，哎，就很看着好看。形象，哎，五官形象，就注意这个，别露牙齿。哎，尽量的能够。张明，你的牙齿露的太多。哎，就是尽量的，哎，尽量的稍微的，哎，稍微的，哎，口型哎都一点儿就好一点，别显得现在怎么样，就是主要是这个啊。哎，他们条件都好，他们哎，好，这熟能生巧。要怎么我说你们这主要你们会拍板，知道是板上转呢，是眼上转，还是中眼转呢？还是落到板上，落到中眼了？是末眼的，哎，都要注意，都得知道。哎，将来那个要干嘛，怎么就知道走板了，或是不够板了，哎，知道。哎，过去啊他没这个谱子呀，没这谱子，就算有拉长的能够多拉一板呢，是多拉多少啊，反正唱完了也还是落到板上，是落中眼上的，哎，自个儿就能够准知道，没错，这胡琴也跟着，哎呦，还要多拉一板，他又跟着又多拉一板。哎，反正待会儿还是老板上，是老眼上，是眼上缓。哎，就算多拉完了，哎，该了是中眼转的，是中眼转，是多拉多长也不要紧，就这样。现在都等于给爷爷试试都定准了啊。过去的老先生唱，哎，捧他高兴，在台上呢，他一那什么，他的哎，多拉一板。要怎么这个琴师、鼓师都得飞着的呢？哎，看着哎呦，要卯上了劲儿，他大概真要多拉一把，要那什么这个，就不能各管各的，你拉你的，我是不拉了，就不成了，就这样的啊。他们听我听着都这几句，我就听着就听，哎，不错。还有谁呀、啊？他们，那你再站到那个，哎，唱不好。
一二三。Yeah.
还得要一个这么个弧度的拉，嗯，跟唱啊，寂寞哦，陈淑庄，再窜上去，得唱出一个这么一个毛陈淑，哎，得唱出这么一个劲头来，连拉在那什么，这是要唱的时候要有这个啊，哎，我们一个这唱吧，上回您又给我唱了一个这个，我们让他们俩都会。对。要是它简单的就是刚才那样，要是这个样的什么的时候，嗓子也好也那什么。还有一到后头这会儿，这个拉你们多爱啊，是等于有爱那个好像放长声的地方，你们就老放长声，给那个突出一个主要的放长音的地方，就比如说吧，放风不留这个呀，这个别拉挺长，这一拉又傻呀，这拉什么在这儿呢，才能足，像这样啊，这就拉鼻了啊，又拉鼻了，好子都跟这儿就给跑起，这样是也不足了，你得有一个足的发嗖，哎啊，这就告诉观众了，注意啊，在这儿也缓足了气了啊。别在这头了，就把这气儿都给耗的，这儿有拉鼻的就拉鼻，这不成，哎，就保住这个地方，重点的，就这样的，哎，尽量的啊，配合，哎，弄那样的，哎，跟着紧，和的那密切的配合，这。挺好，尽量的，真是我说，连谭博乐的同志啊，尽量的，他们这个尽量的配合着，学配合着练，省他待会儿一有个任务了，好不会，都怎么得重新再学。咱们和咱国家这个是时间，回家跟你说呢，对不对？谭博乐了，不说什么的，都得一块配好，谁连旁听都成，你就算不那什么，也得那谁要那什么，再学，再那什么，那不成。哎，都得，哎，都得。哎，就这个，这回我倒是啊。还要学哦，他们学的是王家庭啊，哦，就是老师，哦，老师他们学的吧，教他们怎么拍板，怎么教学生，对，学生气口，对，教学生的感情，好，我们弄技巧，主要找的这个感情，这个声音的强弱呀，也根据这个感情的来支配它。哎，不要说呵，这点儿呵是谁唱的？哎，这点得音弱一点，呵，这点得能阴着点，那点得放着点，对，不要这个，根据这个感情产生的，给他能够让人，我老说让人听着我们这个声音就知道他要表达他什么感情，唱出来这个唱腔就成了，哎。
他要是悲的，你又唱出喜悦的感情来，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嗯，真是你们那慢慢你们要再学学什么亲相连了什么的，你听听。哎，这里头都要要求，都要要求感情。比如说我那段心如刀绞，哎，都得给他唱出来，那个心里的那个心。是求的，哎，那什么让他给这种感情带着唱，唱出来。我老说什么叫和这人唱的有味儿？什么叫有味儿啊？就是只要有感情，就叫有味儿。你这样显那样嚷嚷，他有什么感情呢？根本唱着也没通过大脑。我跟你说嘛，你打着一鼓，这一板这一键子。他要不在那感情里的，他都不那什么。那阵马先生他唱那个，比如说小动人，他那个下学归他就得搬着那么一下。小动人的一个那个下学归，你这个打的主，你要不跟着他这个旋律似的，你下学归。你这拍的就是腰子上的味儿，它就不是这种。哎，怎么连咱们唱这个悲着一点的这个戏，那时候我连要求他们这个打击乐，连大锣我都不让他打重音，该那个你看我们那《西厢记》那个送别长亭那一场，多少是夸。尽量的是吧？低音锣都不让他，你比如说那个，都让他音就得长一点的，哐，得这样，不是哐，他就不破坏这感情了。那阵儿我唱那个生死恨，唱这生死恨，我要求连拉木都该拉多慢多快，我都要有要求，都得让他跟着。你比如说那个刀板，耳边响要听钟鼓响，一个扭子哐当起的，这是在里头那儿摇那个纺车呢。纺车呢，你这木你夸你这么一拉开，它就不是这气氛了，你非得夸大几代在这夸啦几代夸啦几代得夸。哎，台上也看着这儿要这个防线的夸啦来得夸儿啦儿啦，思想起当年
了都得让他，不让他哗，那就不是这个感情里头了。你们能够，我跟他们说，将来你们回去不管什么戏啊，只要是哪个什么剧情，当时是什么场合，你们就要有要求。你们哎，希望哎，您这场该那脆的那边哎，你得锣合适亮个相，合适唱，跟俩人挺激情的这地方。哎呀，那你当唱就得让他该就得中就得中，他要再给你个哇，那就不对了，他不是这气氛，不是这个感情，主要就要这个，老师回去更得哎，要掌握这个，要求他们唱，不管那个是啊乐队呀、啊，还是舞美呀、啊，哎。都要将来都要有要求，我们得提高质量，哎，不管唱啊、面子啊、舞啊，还是舞台美术啊、灯光的强弱呀、脸上擦的这个胭脂是应该淡点是应该重一点儿，都要根据这个演员的这身份啊，你不能好想怎么美，或者就是他不是这个身份，你和戴的花枝招展的，就跟唱凤凰巢似的。我说凤凰巢啊，这个二小姐啊，她要是这个不是这个夫人养的女儿，这大小姐呀、啊，她长得又丑啊，她得到又得打的，简直胡捣事儿，简直的是不该戴手环她也戴手环，哎，她得给这个二小姐衬托，这二小姐倒穿着淡雅一点的，情愿好的给她穿上，她穿的越漂亮，她越不是样儿，哎，她越跟咱们这个。越那什么越符合这个身份，所以你们出去以后啊，连那个要求做服装啊，哎，都要哎，我哪出戏，哎，我得是什么？要怎么那个我那个学生他来问我演这个诗文会，说这个诗文会，您看这我们要演，我们按孤门旦演呢，我们还按青衣演啊，什么这个那个，我说你啊。你先给我背背这剧情得了，谁跟谁都什么关系，对不对？连这个唱，连这个念在唱，唱词，他都规定你应该怎么表演了，他都规定你怎么念，怎么个感情唱，哎，你说是不是？你苦的你唱出高兴的，那哪成啊？对不对？你们的条件都挺好的啊，真是，这回我觉得你们有成绩，哎，并不是，就是哎学这种，哎，这种不管怎么，这也是基础戏，是不是？说就算你们将来就在那个哎那儿，不管是学校啊，还是剧团。给他们说一出打基础的，就能够要求的啊。这个可是你没有拿这个，在临安连这个老的你们也学了，哎，那个在临安。小了都人家知道，哎，因为咱们在台上唱啊，
我就给他都给他弄紧了，又压缩了，好，都给他给唱困了，按老的那么100多句，等于几十句的，一句哪一句都一个大腔，都一个大关门，哪一句都那什么，这都不成。现在我老说，你得跟着时代走。这是你坐火箭恨不得，对不对？不是迈着四方步那个时候了，是吧？只要符合这剧情，说得出来，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叙述怎么样的事儿，就不要能不重复就不重复，哎，重复签能给他多变一变，这什么就让人听着他就不是絮烦的那种。怎么搞啊？我也不会教，我不会教，我反正我这么说呀，你们参考啊。现在来，这是李毅老师的什么？也帮着给听听啊，在这儿说说。都张老师，我们今儿到那就到这儿。哎，好了，再找一次机会，对对，听听干桥。好好，我愿意来，多少我还上，我上这儿吊嗓子来，我吊吊啊。嗯。还有这个头里，这上板的这个容易差，散的不容易差。你是像这个头里这一出，倒板再打中医直的道，听说是，焦儿道良心侥幸，好意思半空中降下西西。这都给他唱出劲头来，都在那儿吧，不能去以那个，拉鼻儿来叫好。以这唱的劲头来让观众来那什么也有反应才成的啊，有时候要怎么你们就掌握好了，哎，不浪费的嗓子的地方，哎，反正这腔就是，哎，就比如说该哪儿强哪儿弱呀，哎，自己就觉得怎么样能够又表达这个感情啊，又能把这唱腔能给他唱好听了，哎，就这么样，就不要死得准，或就这么个傻唱，那就不成了，就给他唱巧了。哎，虽然是哎一二三四五六，哎，也许一二三四五六，也就一二三四五六。反正是这六个数看自个儿怎么给他颠沛，给他还就不能没板了，还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头就跟那个我刚唱那个又用计谋似的，这个哎你看这简单的这计谋这也是这个等于怎么唱一唱，你也不能说是错。哎，鸡毛啊，这又是一个，对不对？就看当时哎怎么能够表达这句的感情啊，那个那什么，给这里头就有变化，就这样，好。就到这儿吧，啊，你们参考啊，参考，我有时间就来，给我安排我就来。啊，我们干桥就好了，再请您来。来，这小现在小生已经合了。好，我们下面配合就排着了。您辛苦哈，就是不管是没少给他们下，不管哪边，合作。Bye.
传统的，你比如这个，你说咱们待会儿有一个好像晚会，一块儿玩玩，还是凑凑这大人。咱们一出去，别人弄的，咱们这就是那个地真正地方戏，还单弦拉戏。你看看现在这些。
就等于给刘树这楼梯上楼梯。可是他一拽你，你给他也配合，他就是拽你。假装的，你就呵，真帅。那他们俩啊，你们俩一通上过桥了吗？过了山了吗？一个位置，要是你说话，真突然耳朵。这几点？要看他们在哪。好，换位置。越漂亮，一劲儿上车，我跟你一块上，上车啊，后边，车票，坐这儿，好好坐这儿。Come on.
您这亡命在身，这酒您还得少喝点。他是怎么？尝尝。不是有韩子王子出跑了？去哪？还是该换了。来，啊，一二三四。哎，别走，哎，就是这儿，嗯啊，别动弯了啊，瞧瞧，瞧瞧什么呀？近着点，傻子，瞧瞧什么呢？哎，怎么了？我跟你说，你什么事儿？你来啊！这都有戏的地方，是吧？有人物，不是咱们为了追求效果。来来来，谁？再来，你跟他来这边。大人，你有毛病在身。你有亡命在身，这酒可要少饮。这酒还让我后边。我除了撇嘴，没根。这酒少饮呐。好，然后哎，走了走，后半头走。Thank you.
咱们带走就行了。哎，这就叫先斩后奏啊，就等他这长啊，我们这儿稍微看了，你知道了吧？这下可不得是真的把套出来了。对，这个。圣旨你没瞧见吗？不单有圣旨，我呀，我还有宝剑。拿着，拿着，顺着拿过来。别那么慢，忒慢，是吧？这倒着过来，这多快呀！过去也倒着过去。我还有宝剑，我拿着，你瞧瞧。这套宝剑。这是什么？上房宝剑。哦，这就是宝剑。啊，先斩后奏。这是尚方宝，他一说尚方宝剑，你没对就宝剑。哦，这就是尚方，装傻。哦，这是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嚯、哦，真快呀！感情马上就是一大口子。这点说明白了。是啊，哪儿来的呀？哪儿来的？哎，就甭管了，反正人老我是杀了白世生这小子，让我爸爸给他定个罪，这就叫先斩后奏。好，你知道了吧？就是这回事。今天这是什么了？还有宝剑哦，拿两茶来。
气，所以说不能。